乡村住在乡西河，风雨总给你我后福等我能给我一座风雨把水岸把爱黑黑干净爱个
比如蓝里太蓝青爱黑哈千言万言从容
乡秋菜那风啊，
的故乡。呀哎公呀呀哎公公，你走呀走西方，阿妹秋公爱的呀，红山黑爱的故乡。画面上这位名叫罗方博，想当年呢，他漂洋过海去南洋，仅仅六年时间，不仅创下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且还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南方共和国。罗方博，客家人，1738年出生在广东梅县石善浦的一个耕读之家，他原名叫罗方柏，后人之所以称他为罗方博，那是因为伯是对客家长者的尊称。在军事上，南方共和国实行全民皆兵，每一个青壮年都要接受军事训练。
因为南方共和国实行的是大总制的管理模式，所以共和国的元首不叫王，更不叫皇帝，而是称为总长。在大家的推举之下，罗芳伯担任了首届大总长，但是他拒绝世袭制，他认为总长一旦世袭，就一定会受到利益的驱使而变质，那南方共和国就不是他构想的民主国家了。所以他在任期届满之前就推举了江务伯，之后由国人进行民主投票通过之后，这才产生了第二任总长。罗芳伯的这种坚持，在华人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当时啊，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而也正是因为罗芳伯的这种民主思潮的引领，南方的实力和影响不断提升，吸引了很多当地土著部落前来归附。来看地图，根据史料，南方大总制的管理版图最巅峰的时候几乎涵盖了整个婆罗洲。洪秀全是客家人，公元1814年出生在广东花县福源水村的一个耕读世家。到了1851年，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就任天王，定国号太平天国，分封五军主将。清廷即派钦差大臣李兴元富贵镇压，李兴元即率万余名清军围攻太平军，妄图扼杀太平天国运动，但最终被洪秀全所挫败。1853年，洪秀全率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与杨秀清统帅水陆大军浩浩荡荡顺长江向东挺进，沿江周易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在湖北老鼠峡一带，太平军突破了清军的江防阵线，占领九江，不久之后攻克安庆。仅仅过了两个月，太平军就攻克了南京，斩杀清朝两江总督陆建营和江宁将军降后，改南京为天津，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并颁布天朝铁母制度。接着又分军东征，攻克镇江、扬州，从此太平天国革命进入把胜利推向全国的新阶段。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将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天津的三年之围。他就是洪秀全失散多年的族弟洪仁玕。可以说洪仁玕是当时中国很聪明的那一代人当中的一个代表。洪秀全的意思是让这个弟弟像杨秀清一样总理大小政务。在三个月后，一部全新的治国方略《资政新篇》横空出世。它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总体上可以把它概括为五部分。他当时提出了很多关于像新闻监督啦、法治，要办报纸，要反办邮局，要修铁路，要开工厂。他当时想到了办福利，要办这个敬老院、孤儿院，要办新式的学校。他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经济部分，就在于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这个纲领，在当时来讲是代表着中国最为完整和先进的这么一个近代化的方案。资政新篇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完善的发展资本主义、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政治纲领。如此洋派的治国纲领一推出，也一下子把不服气的军事将领们镇住了。洪仁玕在他们眼前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客家人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并且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经验，并学以致用。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惠州的历史上，客家人人才辈出。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著名的华侨之乡，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一位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开埠功臣，被当地人啊称为吉隆坡王的叶亚来。在十九世纪中叶啊，当时主政广东的张之洞认为，太平军在广东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儿地少人多，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鼓励大部分的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而在当时的惠州，不少的客家人也顺着这股潮流前往南洋闯荡，叶亚来就是其中之一。
叶亚来，却在马来西亚一步一步地当上了吉隆坡的假币丹，也就是当时吉隆坡的最高掌权人，在建设吉隆坡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被后人称为吉隆坡王。邱逢甲是客家人，虽然祖籍是今天的广东梅州，但他却出生在台湾。14岁时，天资聪颖的邱逢甲在科举考试的第一关童子试中一举夺得了全台湾的第一名，从而被晚清名将丁日昌赞为奇童。26岁时，邱逢甲考中进士，却拒绝了朝廷授予的官职，回到台湾教书育人。1894年夏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军在战争中惨败，清政府被迫在第二年春天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邱逢甲更是义愤填膺，他当即咬破手指，用鲜血书写了“抗倭守土”四个大字，并且召开了数千人的誓师大会，发誓要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因此，他在乡间四处奔走，以守土抗倭为口号，号召大家组织义军保护台湾。在邱逢甲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他的兄弟子侄、诸多学生以及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加入了义军。邱逢甲也被推举为义军统领，带领军队日夜操练。而在召开了誓师大会之后，邱逢甲正是以义军统领的名义给清政府发去电报，抗议割让台湾，要求废除《马关条约》，与日本再战。2010年11月29日，孙中山孙女孙翠芳女士在出席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时明确表示，我祖父和父亲都讲过，孙氏先祖入粤的第一站是河源紫金县中坝镇发昌村孙屋牌。是我们孙家是从我们是客家人，从河南陈留这个迁居到江西到福建，然后到广东的第一站祖籍地就是紫金。廖仲恺，号怡白，祖籍广东惠阳人，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1905年呢，参加了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推翻清王朝和讨伐军阀的斗争，参与创办了黄埔军校，支持工农运动，协助孙中山先生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根据县志记载，仪陇县的客家人最早是康熙年间从江西、广东、湖南、湖北迁徙至此的，前后嵌入了数十万的客家人。300多年来，这些客家人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客家儿女，他们为祖国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开国元帅朱德，朱德出生在一户佃农家庭，儿时家里非常贫困，母亲钟氏是一位典型的客家妇女，虽然自己不识字，但是由于客家人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他宁愿自己辛苦劳作，也要供养朱德去私塾读书。我们是九路军，本着真情道德、尽义公理以及光荣自由来抵抗这个叛逆。我们军队没有敌人，这个飞机、这个大炮、这个坦克车、这个铁甲车，共他这样多的因素，我们死死不溃，共他这个决战到底，必能够引领我们这个民族的使命。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时代，枭雄并起，
使我们陷入了最黑暗最混乱的十年，但是在这些军阀里面也都有不少的真汉子真英雄。陈济棠是出生在广西的客家人，16岁应乡试榜列第三，但他感慨于清廷腐败落后，列强还是毅然弃文从武，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报效祖国。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反对孙中山，效军总统府。陈济棠在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的安排和邓演达、张发奎发起兵变，击败了陈炯明的叛军。而随着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被软禁，广州国民政府缩起缩灭的一系列变故的出现，陈济棠不断坐大，最终首掌广州党政军大权，摇身变成了南天王。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这座普通的客家农舍里。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父亲叶钻祥坚持送他入学读书。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后，叶剑英和很多客家人一样，远赴南洋谋生。1916年冬，19岁的叶剑英辗转来到马来西亚西部霹雳州首府宜铺，投靠先妻出洋的伯父谋生。幸运的是，就在叶剑英为工作犯愁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代表赴南洋宣慰华侨，并招收一些华侨子弟回云南讲武堂免费就学。叶剑英90年的人生历程跨越了中国最动荡起伏的年代，他曾在多次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果没有前途，就没有后路。没有叶帅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也不可能复出，也不可能搞改革开放。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叶剑英这么一个伟大的名字而走到一起。在座很多同志可能都还对我们叶老师
是我们中兴伟业的奠基人啊，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我们十分敬仰这位老帅。我父亲讲叶帅就一句话，那大人叶帅最大的个人的这个大的关键的时候呢，他立场非常好。叶帅是一个爱儿女爱家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大英雄，但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叶帅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的人的心目中间是很崇高的形象，说他是武将也是儒家啊，他是刚毅坚定乐观潇洒，就是大伙儿一块儿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一起来怀念纪念叶帅，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我们作为眉县这个父老乡亲呢，和眉县人民特别感到自豪和骄傲。最令我们眉县人民那个不忘的吧，就是呢，叶老帅啊，既为那个世人展示了他作为伟人这种宽阔的胸襟，同时又体现了常人这个切切的情怀。特别是他呢，对于家乡这个眷恋，对家乡这个关注啊，十分思念我们家乡的群众。叶剑英是客家之子，他一生都对故乡抱有外人不能体会的感情。1980年5月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回乡，那次回来并没有通知当地，但老帅的脚步还是惊动了眉县的乡亲。我们其实你是不是自闭后也是欢迎祖母林爵士讲到一个祖母林爵士，他对台湾和母林其实的客家贡献实在是动态哟，就像2009年台湾的世界客属总比来到一母林其实没派的动动人来到一位传扬客家文化，那个祖母林爵士他们投入母林其实当地来发扬客家文化。佢其實依本次去參加黑人咧，全世界黑人同埋飛，其實依中意去參觀，繼續飛。就算喺土木里是十出色成人狀態，喺海外發言第二胎。祖母连细些时间就接触了爸爸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要求新一年土木卡都爱讲客。祖母连每亚集非主导国方，调另一度立法会嘅发言。前前后后做过国防医院、体育事务部部长同财政部部长。1991年增加高后，穆里奇斯政府为了反映祖母林传统民主发展经济的贡献，1998年发行印有祖母林相片的二十五卢比支票纪念。在国父孙中山过后，第二次相片本应念头支票行的行业。匆匆忘记。走向深处，走向西方。风雨总给迷惘，后赴灯暗难寄望。一座风雨把岁月记其实啊，客家人啊，在南美啊，好像挺厉害的。苏利南呢，他有客家人的总统，但是你知道吗？南美洲还有一个小国家，不但有客家人总统，他们的国父也是客家人。这个国家叫盖亚纳，他于1966年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时候呢，
那由伯恩汉来担任他们的总理，有个华人啊叫钟亚瑟，哦，就从旁来辅助他。1970年的时候呢，盖亚纳合作共和国成立，凭着卓著的声望呢，钟亚瑟啊就获得国会票选为首任的总统，一旦就是几年呢，10年。当然啦，当时盖亚纳的总统啊，其实啊只有象征的意义，但是啊，作为所谓的亚洲国家以外的亚裔总统，以及美洲第一个华裔的总统，钟亚瑟呢，他仍标志着时代的里程碑。1918年，他出生于盖亚纳西岸的温莎森林，那时盖亚纳还是英国殖民地，他的父母呢来自广东的梅州，属于潮汕客家人的后代。2008年6月23号，钟亚瑟病逝，享年90岁。由于他一生在政治上为盖亚纳的奉献，他已被盖亚纳人呢尊为国父。1923年1月15日，李登辉诞生在三芝乡李家的祖厝元兴区。李家是福建哦，听招呼应定官，客家人，客家哈。李家的祖坟上还刻着代表福建永定的古名永义。李登辉的祖父还能说客家话，到了李登辉这一代，已经是个只会说台语的福老客。In 1955, when I went to Tanjung Pagar to contest my first election, and I've been paying for it ever since, because my opponent Lam Tien, a Hakka like me, challenged me to a debate in Mandarin.跟咱用八个此人叫陈亚仙，祖籍广东惠阳，苏里南位于南美东北部，面积比贵州小一点，人口不到60万，属于县城规模。17世纪中叶，苏里南沦为荷兰殖民地，为维持种植园经济，荷兰人开始从亚洲引进劳工，大量印度人、印尼人和华人被招募到苏里南做契约工，一些华人合同到期后留在当地做小生意谋生，勤劳肯干的他们生活很快富裕起来，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男人，只能跟当地其他族群通婚，形成混血华裔。陈亚仙就属于这个群体。他1934年出生在苏里南东部小镇，老爹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母亲是当地的克里奥尔人。陈亚仙家庭条件不错，接受了良好教育，这也是华人的特点，富裕后对教育特别重视，从而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环。陈亚仙大学学医，50年代后期到荷兰深造，专攻内科。学成回国，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一家医院工作，医术高明，小有名气，是标准的中产阶级。这时期，陈亚仙加入追求苏里南独立的党派，大概是看邻国圭亚那总统钟亚瑟是华裔的缘故，鲍特瑟选择了当时正在医院坐诊、远近闻名的内科大夫陈亚仙出任苏里南总理。8月，苏里南总统因不满鲍特瑟被拿下后，陈亚仙兼任总统。谢谢香港的朋友，都会听过刘芳发先生的名字，他做过乡议局的主席，老新界人居民争取了好多权益，好少新界人的尊重。他要大家可怜一点，在乡下那处屯门的龙鼓滩村的哦。其实好早以前呢，我哋龙鼓滩唔系采药病嘅，最早呢我哋由徽州三角龙呢边来嘅，都去到华响路呢边天桥。即系龙鼓滩呢，就有几箱人呢，有姓黄啊，有姓杨啊，有姓晓啊，连嘢。佢哋我觉得姓刘老多嗰条好多办啲天然出海啦，嗱我哋由三角龙嗰边办落来啊，都差不多有上300人啦。湯港以前喺風水樓咧都滿過我哋，喂，而家龍鼓灘取入邊天檢，亦都上一年多啊，行到一財多啊，一年跳高見之後，所以見啱啱龍鼓灘啲病人咧都比較多咯，睇藥見啦要上2000人啊，而喺沙角龍嗰邊咧都係400人左右啫，所以我邊啲一年訂啊比非洲沙角龍嗰邊咧多好多嘅。人要出嚟就两年就会有方法啦，就要点样发熟。啊，发熟咧，红叶菊嘅组织啦，我哋啲村民咧就跟踪佢啦，有冇见到喺直球网中啦，尤其是微信界人都流钱流力。
佢都讲人几面长起传统钱都好好啊，会成干人啊，所以我哋村就充满咗好传统嘢。啊，也感到系啊，法术家啲老屋啊，就系咁老屋。啊，法术老屋啊，也感到系啦。今天俺的访问呢，是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长常县人游锡堃参选人。您好，你好，大家好。好像您跟客家有渊源是吗？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是客宜兰，嗯哼，住在宜兰的客家人，嗯，那宜兰，有宜兰腔嘛，宜兰就是大家都讲这个胡老话。所以因为这样，宜兰在宜兰的这个客家的族群比较少，嗯，所以因为这样逐渐就不会讲客家话，嗯，我的叔公祭祖的时候包括扫墓都用客家话祭祖，那慢慢比较大了以后，看到一些资料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客家血统。来看看看，绿色站来了，绿色站来了。好，你这么开了，嗯。在阳，下下春风不同，福南公子李世辉，既然你肯动。黄天大家，我听言，将开天之父蔡三郎福明公，立天誓言，后天娘身曲中配。快了。上将，三条还是我先喊班长们演一演一演。三条，咱这么一条，其他都一条，咱这一条，其他还都一条。那我们在陕西什么时候迁到湖南呢？其实最早不是先到湖南，先到江西。嗯，广西那地方。广西，时间大概是十世纪左右，就是南唐北宋那个时代，然后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四五百年，再从江西呢西迁到湖南。嗯哼，所以我们在江西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井冈山那一带。嗯哼，啊，然后迁到湖南的话，像湘潭啊、株洲这些县原来都是客家县。嗯哼，后来是。这个慢慢时间久了以后都不会讲客家话了，我爸爸跟我讲，说我们是湖南的客家，湖南客家、我不相信，我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说我们湖南人也有说马改或者马改，就是什么跟客家话一样，马改重要哦。对，我觉得我因为他那是土话才有，一般的长沙话也没有，湘潭土话里面有，所以他用这个来说明说，他说他听他们的以前族人讲，早年是客家人。然后我的客家老师是彭青青嘛，彭青青，他帮我去溯源寻根，再找出这一段历史，蛮好玩的。哦，所以这也是反映出这个中国民族的一个大迁徙。嗯，那到了我们在湖南这一带，那我父亲就到台湾来，我算迁台的第二代了。所以你往上追的话，先到湖南，再到江西，最后到陕西，很有趣这个。嗯，所以我说这个我从来没想到这么复杂，我以为湖南就原来就在湖南，不是，他都从中原来的，从中原过来的。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千百年来客家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不断由中原向南方迁徙，最终在广东福建等地落户，居住的地方作为贫瘠荒僻的山区。客家人在这频繁的迁徙中，以及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磨练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近几百年来，数百万客家人又从中国漂洋过海，到南洋和世界各地谋生。几乎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保留了原有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一些学者以16个字概括客家人的族群精神，那就是四海为家，
冒险进取，敬祖墓中，爱国爱乡。我觉得客家很浪漫啊，那每个客庄都有它的代表性的那种魅力点啊，不是只是我们客家人的下一代看，全台湾的人都应该来看一下这个客庄。那买注重甜，莫忘注重盐。能买注重行，莫忘注重山。客家就是俺家的台湾话，客家自己向下打拼，发扬客家文化，振兴地方产业，创造更加美好的客家人才。客家妹请客家人，我是蔡英文。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后第一个公开行程就到新竹义民祭赖神进神殿拜义民爷。赖院长恭向义民爷爷初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赖清德经过选举历练，而且身为客家人来到客家庄，当然入境随俗，讲客语。六家年中年中露珠，台家乡亲，台家好。每次到客家庄，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客家人非常非常浓郁的好客之情，以及我们客家人所始终具备的勤奋、好客、淳朴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台湾的不管是北部桃竹苗地区，或者是在南部这个六堆，或者是在甚至花东地区，到每一个我们客家的乡亲所聚居的地方，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成就，在过去几年来经由我们客委会的努力而不断的开花结果，这一些本来就是我们客家乡亲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些成就。Babi kecapnya enak banget, sama terasi lebih enak lagi. Bakut? Bakut, ini kalau orang kek bilangnya cukyok atau cukut, poham coy. Tapi itu kaki babi atau tulang babi masak dengan sayur asin. And there is a saying, and please forgive my poor pronunciation, in Hakka.Zhong yim kam chai fo yam gao. When everyone collects firewood, the flames rise high. There have been many more talented people than I who've tried to br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together as a whole for the betterment of our communities. Some have succeeded and others less so. I do not purport to do so now, but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today each of usHas something to bring, to offer, some firewood, which if combined with that of a few others, can allow us, despite limited resources, I believe, to not only tackl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ut also to contribute to addressing issues common to all who live in Britain. My generation, the British-born Chinese, ha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energy, if not always, local knowledge or resources.拜天，恭喜嘛！你在生意哦，多谢多谢。俺忙嘿，生意啊，十分忙，十分忙。OK， 今天是第一次生意。New what message you have for our Hakka community？ Well, first of all, I just want to say 多谢全世界客家人。I have been getting so many positive messages, so many well wishes. Thank you so much. I'm working very hard, and I didn't get a thank you and you don't need yet. So can do you more this again? But I super 感謝世界客家安安支持安安多 support 安多 love. Thank you so much. 上前诶，陈生人听人家讲，他 TV 客家嘅贵妇女啊，所以诶 ，wish you all the best.And success to you too, John. Thank you, Tim. Thank you, Tim. Thank you.